假藤子，你这跟没有一样。好，我就是真的，我早就外头花了。你拿假子，你先端点粥去喝。我说回人要不要呢？告诉你一个主意，把锅给他，让他把粥盛上啊。你拿过来先别给他钱呢，你先喝三口。不是这铜子呢，你白赚三口粥喝。这什么行为？我媳妇儿且墙上把我们这一品锅摘下来，一个碗就行了。出来叫这个卖粥的啊，粥来，粥来，粥来。你干嘛那么美呀、啊？这个这么样叫他过来的快，就是我家凭这么点研究。又靠您研究。买粥的俩眼发直啊，把这挑的挑过来了。咱端多少钱粥？我媳妇给我们端他一个铜子的粥。我的只顾净瞧我媳妇儿啊，没留神呐、啊，这么大的外瓢，咚咚咚成六瓢，简直是迷症啊！我媳妇儿拿过来，没容分说，咕嘟咕嘟，这三口半锅下去，真听你的话啊！从哪儿拿出来了？卖粥的一瞧，说你这是假的、啊。哎，我媳妇说你还得将计点使，妈就这一个假子了。卖粥的说得什么真的假的的、嗯？我媳妇这么一听，他这口话松啊。您爽的，您把那个烧饼麻花跟您那炸糕什么的，您再行不试试？我不试的。什么行呢？他说不行，那是不行。他一说不行，立刻这卖粥的这个刀报应到了。他有什么报应啊？对门老太太出来端粥来了，他过去给老太太这么一盛粥，这当我媳妇一伸手，端着锅就下来了，抓两块炸糕啊，搁嘴里头，又偷人家呀、啊！卖粥的三清子过来呀、啊，他要打。啊，嘡啷一拳要打我媳妇，没打着啊，把手里端这锅给打飞了。这还便宜，啪嚓这么一下啊，扣地下了，扣在我媳妇脑袋上了。哟，脑袋也破了，粥血全下来了。我媳妇也不是人的人呐，那是啊，立刻两只手没闲着，抓弄卖粥的，顺鬓角往嘴里撸粥。哟，那还喝呢？这个卖粥的一把手啊，把我媳妇头发揪走，啊、一垒垒着大马趴。拿他这个大脚背印啊，把我媳妇嗓子眼罩住了。嗯，炸糕啊，上不来下不去，咳嗽嗓子这儿，直翻白眼儿。嗯，有人报告我，出了一瞅啊，我打不过去。那我给这金风未动，禅先觉，暗算无常，死不知，往后倒退两步，立可饿虎扑食。掐粥的脖子，抓色烧饼扔嘴里头。哟，你抢上了。这个卖粥这么一瞅，我一抓他的这个烧饼不要紧呐。呵，他真急了，他过来一定得要奔我呀，抽篮这么一奔我呀，这么一抬脚啊，这个烂儿啊可惹得太大。怎么了？只听我媳妇儿的嗝着这么一声，哎呦，没了气儿了。哪儿啊？炸糕这才咽下去，到了咽了，别干了。